进吧，有点乱，你随便坐。军儿哥，你们干嘛？这就是军儿哥，之前你没见过这。军儿哥，哎，你们知不知道私闯民宅是犯法的？少废话，别给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，赶紧还钱！哎，军儿哥，我们不是都还过钱了吗？你是勒索呀！嘿，你小子，今天我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看你是不会老实。哎，军儿哥，军儿，松松，救救我！松松，救我！想想办法，松松。我上来的时候通知了小区的片警，你们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逃跑。你别进来啊！你快跑啊！外面是谁？我妹。她报警了？不信可以试试啊！只剩4分钟了啊！你等着，走。哎，军哥，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对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呢？看我干嘛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会是碰巧路过吧？对，还是娜娜聪明了，我还没说呢就知道我碰巧路过了。当我傻呀？那真是时候，你真报警了？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是怕他们跑了。这样，我去看看。别装了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说一下吧。我说，哎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觉得没什么隐瞒的了吧？你哥他是真没办法。他儿子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他实在是拿不出来钱，才借了高利贷的。哟，结婚啦？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我就去年，不是那个，就前几年，你不是没回来吗？我就没通知你。不是你亲哥结婚你都不知道啊？你们家关系也太冷漠了吧？在珠海呢，我碰上我哥了。问你个事儿，我哥他是不是结婚了？结婚？他哪有什么钱娶老婆？成天没个正经，就知道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造孽啊！妈，我还忙，我先挂了。你没儿子呀？我这个……你还不懂吗？你被骗了啊？那20000块钱。肯定是他打牌输了，欠人家。不会吧？不是这个，你不……哎，吴楠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冤大头，怎么可能只坑一单呢？是不是？你是说他们合起伙来骗我钱？不是，苏苏，你听我……太过分了！这么多年了，你骗人的技术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行了，吴东娜。你给我闭嘴吧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呗？你自己做错事儿，怎么又怪我？行，你厉害啊！你不就出国读了几年书吗？把你能耐的怎么着啊？瞧不起你哥呀？我就是瞧不起你。读书你读书不行，做生意你把老爸的底儿都赔进去了，就连打架你都打不赢。你说你这辈子你做成过什么？是，我没用，你也不自己看看。也就像他这种傻子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不都骂我干嘛呀？我没说你，也就像他们这种傻子，才能把你当冰雪女王一样供着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上学那钱都怎么来的？打我？你打你哥？今天让你看看，你哥不是吃素的。看我不打你！
走啊！你回来，回来看我不打你我。